至篇末，两位劝善之遗著。福备江南县东海嘉城，昆山徐在川，贵与龙，贵秦故宫，贵生之子，长于文学。于山言文进宫乐，言为西兵。先是倭寇猖獗，反将这滨海地，皆被兵险，民不聊生。至嘉靖三十四年乙卯，苏松四郡皆荒，流民改道。府藩大臣以时职用兵，莫敢上达。而严公是以公瞻在家，在川公劝其为民请命，犹豫未决。公即在位草书，滔滔数千言，情辞楷质，秀之以安恳于言。言欲绝于神谷之谷者，公乃焚香告天，以求避忌，而又亦赠谷者一斤。战的生化，天然邪极，以为此书一打，不为万民受服，亦且入位高远。严公大喜，毅然答之，我蒙于语，尽捐江南全省之赋。凡曹梁之以入敖者，皆令民如数领归，欢声溢于道路。未几，严即被召，后登相位。而在川公，即升为交合令，多政绩。长子应聘，为太姑公。太姑公之曾孙，钱学、李毅、袁文，为同胞三鼎甲。司寇甘学公生五子，曰树谷，曰炯，曰树敏，曰树平，曰俊。俊名进士，时称五子登科。最幼者慈林，诸孙出世者甚多，及科名之盛。按康熙己巳庚午间，立斋先生已将大败，是在御草书，复苏松服粮食。有幸臣者，立言国用不可骤减，且余有田在苏，亦当避嫌，应代草一书，劝立斋复之，大意以为此事无容更矣。而后豁免之说，遂请。是年诚信者，尽促于京邸，相国亦炫以罢归。教之交和公之代草，不相去消扰哉？人以此事归咎相国，冤矣。诚信者住家定，以其名。